将外科展介绍我哋嘅多优嘅 crossover 化埋科技食研究，但系食物全讲究。今日嘅奥运 NAMCO 发现咧，赵彩虹系联成咗日本拉面，你赵彩虹中到奖系可以免费食拉面噶，好唔好食咧？今日科技都喂你食，究竟100个币可唔可以掉到一碗免费嘅拉面？咁啊，睇下我手气如何啦。今日唔系黑仔波，系幸运波 ，Let's go！100个币已经抢好了，食鬼！而家系个词食咗我粒币，唔系食鬼。我觉得我应该向住呢边直线，尽量唔好扇过另一边先，先有机会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呀，差好远啦！唔知有冇人？我识中啦，第一个奖，第一个奖，我识礼品。呢个收纳呢个，收纳啲零食啊、豆啊嗰啲咯，花生啊。我咩食早餐？我想食拉面，一碗唔够，我想食两碗。拉面，拉面。入去，入去，入。黄色拉面。好似暂时拉面边都未嗨到喎，个拉面。我觉得一样掉出嚟嘅嘢系要随心，系要幸运，系要随心一发咁样掉出去。哎，咁就争啲啦，千祈唔好瞄准。要系瞄准嗰度咧，要系唔会中嘅。啊！要拉片，哎，红色中 ，OK， 红色中，红色中，再中，哇，呢个块板啊，方便写嘢同埋有间尺添啊，系啊，我嘅拉面，红色中，其他奖就系咁中啦，拉面暂时未中得碗，好，继续掉先，哎呀呀呀呀，争啲啊，集到得翻半个币嘅时候。Kevin 三号都要加战团啦！运气方盲嘅 Kevin 三号会唔会都中到一碗拉面咧？定系中两碗、三碗？人人有拉面，我要争气去食拉面！哇！哇！我第二个币 Kevin 三号第二个币就喺入边啦喎，大天啊！不过砸大好可惜，我咪对拉面嘅渴求唔够，我都想食拉面。佢听到咁样嘅声音，即刻逃啊！即刻。哎呀哎呀哎呀！我第一次砸价啊，食鬼都系开始越嚟多人加入战团啦！而家究竟边一个可以食到第一碗拉面咧？呢个拉面垂手，哎，黄色有冇？黄色中，黄色中，黄色中，小特道已经唔系小特道啦，小特道嘅 final， 好靓啊呢个！为你点赞，大家呢个时候快啲为我点赞，揿影片嘅 like， 砸咧！我要食拉面，佢点话理我？今日你中咗啊？送俾你啊！做咩？唔系我想问下你。我唔要啊！讲呢啲，你掉咗个币先至中咗呢个食鬼拉面啊？30，掉咗30个币啊！你一波又可以30个币 KO， 但我100个币都打唔到。多谢你啊！我同波友交换咗拉面券啊！呢啲交换系唔啱噶，成件事，但呢个系波友嘅心意。多谢波友，靠波友我哋先至可以拍到今集嘅波子食唔够，我哋嘅联成。中咗！Kevin 三号中咗啦！好啦，睇下 Kevin 三号用剩几多个币先？15个币，即系用咗85个币。Kevin 三号系第85个币，跟住又掉到拉面啦。然后佢而家中到12个奖。Kevin 三号嘅运气都仍然可以食到拉面。叮叮叮！我哋而家有两碗拉面可以食，唔使一个人啊，几个人 share 系咪？一碗拉面，几条友分享，每人一啖。而家行上两层，见到呢间拉面店啦，究竟好食唔好食？我只为你食，而家落位先。Go！ 当然我哋 camman 们两个拉面唔够食啦，所以又嗌多个二人餐。咁啊，呢个二人餐咧嗌完咧，原来仲会送多5个 NAMCO 币俾你再去掉彩虹。掉彩虹赢翻嚟嘅鸡白汤拉面先，原味鸡白汤拉面咧，佢就有个鸡胸薄片同埋一只全溏心蛋，汤底嘅颜色同质感咧就似忌廉汤，饮落有好浓嘅鸡汤味，而鸡白汤底咧空口饮都唔觉得好油腻嘅。面条嘅硬度我哋拣咗正常，但系嚟到嘅时候咧，面条口感咧就偏硬，唔而
意掛湯。先個原味拉麵，跟住試一個咖啡。我呢個咖啡咧係浸住喺入邊個，你個聞落好 nutty 啊！佢個另類沖法真係特別濃。但呢個係 Camman 同我中意飲嘅 nutty 味嘅咖啡。跟住試下 Camman 二號嗌呢個辣嘅淡淡雞湯拉麵。咁睇嚟咧，佢湯就偏橙色啲啊！睇個賣相有幾辣啊！湯咧本身偏濃啲、澀啲嘅，辣就少辣啦，我就唔係好覺得佢有淡淡嘅感覺，即係佢冇加到一啲可能花生粒啊，即係冇呢啲咁樣嘅香脆嘅感覺，就純粹個湯變咗做辣湯，變咗辣雞湯。跟住呢個咧就係呢個318餐大盛版嘅雞白湯拉麵，同頭先咧免費嗰個咧就係多咗啲餸嘅啫，而家咧就落佢建議食法，就落呢個松露油，睇下會唔會將個湯更加昇華先。在加了松露油之后呢，会提升了汤底的鲜味和香味，都不错。啊，这个鸡皮饺子真的很失望啊，可能因为呢鸡皮本身就有油啦，煎了出来又不脆，好大阵油溢味，相信呢今次这个厨师有少少失手啦。试下最特别的鸡肾先。雞腎口感好正啊，好有肉感啦，即外面好有肉感，入面咧就好爽嘅，好有肉汁。你試下個黑醋炸雞呢個香港限定咧，睇個款咧幾大嚿啊！佢炸雞咧本身都脆嘅，淡淡肉咁樣嘅，本身都調咗味，個鹹度覺得啱啱好。暫時試咗咁多樣嘢啦，跟住而家我哋要食飽飽，跟住咧落去檸港繼續努力，睇下仲可以勁到啲乜嘢。咁我哋下集再繼續啦，係嘛？睇我哋下集食飽完之後。可以夾到啲咩新嘅嘢、新嘅景品，有冇啲新機台好玩 ？Stay tuned， 下集再見，拜拜。繼續食嘢啦，我哋。